杏儿，你看这个，哎哎哎。这个，还有后面那两个，全都给我包起来吧。你确定啊？快点！哎，杏儿，你看这个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哦，你赶快。你不是也穿的这个吗？这是女孩穿的鞋。我问你，你们星球是女说了算吗？反正在我们星球上，男鱼呢是负责保护女鱼的。哦，真好。那你有没有要保护的女鱼呢？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听我妈妈说啊，等我长大之后，我是负责保护鱼礁的鱼。鱼礁是谁啊？天降大雨没什么稀奇，可是您听说过天降鱼雨吗？本地台今日消息，沿海利泰村呢近日下了一场大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场大雨不但带来了丰富的雨水，还顺道呢带来了一批贵客鱼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呢就是现场情况，然后我们现在采访一下当地的居民。这也太古怪了，一开始啊我还以为下冰雹呢，仔细一看啊，这大大小小的鱼从天上掉下来。能源君就在这里。武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鱼娇公主，真的是你啊？是我。鱼娇公主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。哎，殿下，还不赶紧参见你的公主大人？哎，公主。木星那边都还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在这个星球上待了这么多年，我都要想死你们了。不错，还知道关心本公主，小时候没白罩着你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我饿了，先上鱼吧。上鱼？你把我的鱼给吃了？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不是，你把他们都吃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为什么一条鱼都不见了？鱼呢？这不还有一条吗？鱼精，你把我的鱼还给我！你把我的鱼还给我！我怎么去保护伤了？你给我站住！你拿起走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揍你，你这……我是不是出现的不是时候啊？哎呀，鱼娇，你干什么呢？所以这个小姐姐就是你们未来的皇？对，她叫鱼娇。听我妈妈说啊，等我长大之后，我是负责保护鱼娇的鱼，也就是未来的皇。恭喜你，你终于找到自己的族人了。是谁啊？他是我一个朋友，非常友好的地球人。地球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这破地方除了水资源是我稀罕的，其他都是垃圾。